这失格。
这心加几好，作我一生靠主爱的宣告。诗篇第四十三篇一至五节：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弹琴称赞你。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应当仰望神，因我还要称赞他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神。诗篇四十三篇同诗篇四十二篇一致以副歌：我的心啊，你为何忧闷作结？诗中提到不敬虔的国，根据圣经精读本，是指亚沙龙建立的非法政权，属灵的意义就是指敌挡义人的邪恶势力。诗人经历信仰的怀疑和苦恼之后，再次更新信仰，确信主必帮助，身处患难却刚强，称颂神。诗人渴求近距离亲近神，因为只有神是诗人念上的光荣。他说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我就走在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弟兄姊妹，因着耶稣，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近距离亲近神。你是不是有诗人一样渴求的心呢？愿意上帝向你发出的亮光和真实，引导你谦卑在祂面前称赞祂。生命记二至三章之后，我们遵照耶和华的吩咐调转头，沿红海的路前往旷野，在西尔山区晓行了好耐。后来耶和华对我说，你们在一个山区晓行的日子够了，现在转向北方吧。你告诉众人，你们将经过西尔，那里住住你们的亲属以扫的子孙，他们惧怕你们，所以要格外谨慎，唔好惹佢哋，因为我已经将西尔山赐俾以扫作产业，佢哋嘅土地我一寸亦都唔会赐俾你哋。你哋食嘅、饮嘅都要花钱向佢哋买。你哋嘅上帝耶和华使你哋凡事蒙福，看顾住你哋走过呢一个辽阔嘅旷野，四十年嚟与你哋同在，使你哋一无所缺。于是我们晓过我们亲属以扫的子孙所住的西尔，沿阿拉巴的路经过以拉他、以秦加别，向摩押旷野走去。耶和华对我说，不可以骚扰摩押人，不可以同他们争战，因为我不会将他们的土地赐给你。我已经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。从前以米人住在亚尔，他们人数众多，好似亚纳人一样身材高大，
以米人同亚纳人一样，亦都被称为利弗音人，但摩押人称佢哋为以米人。以前荷利人亦都住喺西尔，但以扫嘅子孙消灭咗佢哋，占领咗佢哋嘅土地，住喺嗰度。正如后嚟以色列人占领咗耶和华赐俾佢哋嘅土地。耶和华又说：而家你哋要动身过撒列溪。于是我哋过咗撒列溪，我哋从离开加低斯巴利亚到穿过撒列溪用咗38年，期间嗰一代战士都死光啦。正如耶和华嘅誓言，其实系耶和华嘅手攻击佢哋，直到将佢哋从营中全部消灭。所有嘅战士都死后，耶和华对我说：今日你要从亚尔晓过摩押边境，到亚扪人之地后，唔可以骚扰佢哋，唔可以同佢哋争战，因为我唔会将佢哋嘅土地赐俾你哋。我已经将嗰度赐俾罗德嘅子孙作产业，嗰度以前亦都系利弗音人住嘅地方。亚扪人称利弗音人为散送名。利弗音人人数众多，像亚纳人一样身材高大。耶和华消灭咗佢哋，让亚扪人占领咗佢哋嘅土地，住喺嗰度。耶和华亦都曾经为以扫嘅子孙消灭住喺西尔嘅荷利人，让佢哋占据荷利人嘅土地，住喺嗰度，直到今日。同样，嚟自克里特嘅加菲托人消灭咗加撒附近嘅亚卫人，住喺嗰度。耶和华话：起嚟穿过亚联谷，我已将亚摩利人希实本王西宏同佢嘅土地交喺你嘅手中，你要攻打佢，占领佢嘅土地。从今日起，我要使天下万民在你面前惊恐万状，一听到你嘅名字就吓得发抖。于是我从基底莫旷野派使者去见希实本王西云，提出和平嘅建议，话：请允许我哋从贵国经过，我哋只走大路，唔会偏离。我哋食嘅饮嘅都会按价钱向你买，只求让我哋借道经过，就好似西尔嘅以东人同亚尔嘅摩押人咁样对待我哋。我哋只想过约旦河，去我哋嘅上帝耶和华所赐之地。希实本王西云却拒绝我哋嘅请求，因为我哋嘅上帝耶和华使佢顽固不化，好让我哋击败佢，正如今日嘅情形。耶和华对我话：看啊，我已将西云同佢嘅土地交俾你啦，去占领嗰度，夺取佢哋嘅土地吧。西云率领全军喺亚杂同我哋交战，我哋嘅上帝耶和华使西云父子同埋佢嘅军队败喺我哋手下，全军覆没。我哋攻占咗西云嘅所有城邑，将佢夷为平地，杀光城中嘅男女老幼，一个不留，只留下牲畜同财物作战利品。从亚嫩谷边境亚罗尔同谷中嘅城，直到基列嘅所有城邑，全被我哋攻克。我哋嘅上帝耶和华都将一切交俾我哋啦。我哋遵照我哋嘅上帝耶和华嘅吩咐，冇侵犯亚扪人嘅土地，即亚伯河一带同山区嘅城邑。之后我哋前往巴山，巴山王恶率领全军喺以德嚟迎战我哋。耶和华对我哋话：唔好怕佢，因为我已经将佢同埋佢嘅众民同土地交喺你嘅手中，你要好似从前对付希实本嘅亚摩利王西云一样对付佢。我哋嘅上帝耶和华将巴山王恶同埋佢众民交喺我哋手中，我哋杀咗佢哋一个不留。我哋占领咗亚尔哥帕全境，即巴山王恶嘅所有城邑，共60座。呢啲城邑围墙高耸，门山牢固。我哋仲占领咗好多冇城墙嘅乡村，好似对付希实本王西宏一样。我哋将一啲城邑夷为平地，城中嘅男女老幼一个不留，只留下牲畜同财物作战利品。于是我哋占领咗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嘅土地，从亚嫩谷一直到黑门山。西顿人称黑门山为西连，亚摩利人称之为士尼尔。攻占咗高原嘅城邑，整个基列同巴山，
远自巴山王恶的成邑、撒加和以德来。巴山王恶是最后一个利弗音人，他的床是铁造的，存放在亚扪人的拉巴城，长四米，阔 1.8 米。我们占领了这一片土地后，我将亚嫩谷边的亚罗尔、以北地区和基列山区的一半和他的城邑分给吕便支派和加德支派，将基列山区的另一半以及恶的王国巴山全境、整个亚尔哥帕分给马拿西半个支派。巴山地区又被称为利弗音人之地。马拿西的子孙亚尔得到亚尔哥帕全境，远至基述人和马加人的边境。他按自己的名字给那个地方取名叫哈沃特亚尔。沿用至今，我又将基列分给马吉，将从基列到亚嫩谷以谷中央为界，远至亚扪人的边界亚伯河地区分给吕便支派和加德支派。我还将阿拉巴，就是以约旦河为界，从基尼列直到东面皮斯加山脚的阿拉巴海，即沿海地区给了他们。那时我吩咐他们，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已经将那个地方赐给你们，但你们所有的战士必须带着兵器过河，做同胞的先锋。我知道你们有好多牲畜，你们的妻子、儿女和牲畜可以留在我分给你们的城邑，等你们的上帝耶和华使其他以色列人同你们一样有了安身之处，占领了耶和华赐给他们的约旦河西的地方之后，你们才可以返回我分给你们的家园。那时我吩咐约书亚，你们的上帝耶和华怎样对付那两个王，你都亲眼睇见了，耶和华必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你将去攻占的各国。不要怕他们，因为你的上帝耶和华将为你征战。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啊，你已向仆人彰显你的伟大和权能，天上地下没有神明可与你相比。求你让我过去睇睇约旦河那边的佳美之地，那个美好的山区和黎巴嫩，但因你们的缘故，耶和华向我发怒，不听我的恳求。他对我说，够了，不要再同我提这件事。你可以上披斯加山顶向东南西北眺望，但你不可以过约旦河。你要委任约书亚，勉励他，支持他，因为他必带领以色列人过河，占领你眺望的那片土地。当时我们驻扎在塔比尔对面的谷中。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日子终于来到，摩西吩咐完各支派要怎样分配和攻打应许地的敌人之后，他嘱咐约书亚，提醒他怎样曾经亲身睇见耶和华击败希实本王西宏和巴山王恶。同样地，上帝将会为以色列人征战，以同样方式攻占应许地的各国，鼓励约书亚不需要怕他们。虽然摩西求问上帝可否改变主意，让他进入应许之地，上帝拒绝并吩咐摩西眺望完应许之地后，叮嘱摩西放下自己的想法，放手委任约书亚，勉励他，支持他。摩西信服，预备约书亚承接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重任。求上帝怜悯教会基督教机构的领袖未能够好像摩西一样的放下，让上帝话事。Let go, let God。 拖延或者没有训练年轻的领袖并预备接班的安排，以致出现青黄不接，带来领袖断层。求上帝帮助领袖有摩西的触觉和心怀，放下自己所愿，完成上帝所托。
路加福音六章十二至三十八节。一日，耶稣到山上整夜向上帝祷告。天明时分，他召集门徒，从中选出十二人立为使徒。他们是西门，耶稣给他取名叫彼得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、腓力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多马、阿勒非的儿子雅各、激进党人西门、雅各的儿子犹大，和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。耶稣同他们落了山，站在一处平地上，身边有一大群门徒，还有大批从犹太、耶路撒冷以及泰尔和西顿沿海地区来的人，要听他讲道，盼望他医治他们的疾病。那些被污鬼缠身的人也都得到了他的医治。大家都想去摸他，因为有能力从耶稣身上发出来，可以医好人家的疾病。耶稣抬头望住门徒，对他们说，贫穷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上帝的国属于你们。现在饥饿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得饱足。现在哀哭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你们将要欢笑。你们为人子的缘故而遭人憎恨、弃绝、侮辱、毁谤，就有福了。那时你们要欢喜雀跃，因为你们在天上有大赏赐，他们的祖先也都曾经这样虐待以前的先知。富有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已经享尽了人世间的安逸。现在饱足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挨饿。现在欢笑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将要哀哭。人人都夸赞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亦都是这样夸赞假先知。但是我告诉你们，一些听道的人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要善待恨你们的人，要为咒助你们的人祝福，要替恶待你们的人祷告。如果有人打你一边的脸，连另一边亦都转过来让他打。如果有人夺去了你的外衣，连内衣亦都由他拿去。有人向你求乜嘢，就俾佢；有人攞咗你啲乜嘢，唔好追讨。你哋想要其他人点样对待你哋，你哋就要点样对待其他人。如果你哋只爱嗰啲爱你哋嘅人，有乜嘢功劳呢？就系罪人亦都会咁样做。如果你哋只善待嗰啲善待你哋嘅人，有乜嘢功劳呢？就系罪人亦都会咁样做。如果你哋借钱俾人，指望收回，有乜嘢功劳呢？即使罪人亦都会借贷俾罪人，日后再如数收回。然而要爱你哋嘅仇敌，善待佢哋，无论借出乜嘢都唔好指望归还。咁样你哋将有大赏赐，并且将成为至高者嘅儿子，因为佢以恩慈待嗰啲忘恩负义同作恶嘅人。你哋要怜悯人，像你哋嘅天父怜悯人一样。唔好论断人，免得你哋被人论断；唔好定人嘅罪，免得自己亦都被定罪。要饶恕人，咁样你哋亦都必蒙饶恕。你哋亦都要俾其他人，咁样上帝必定俾你哋，并且会用大号星斗摇君压实，缓缓地倒给你哋。因为你哋用乜嘢样嘅凉气凉给别人，上帝亦都会用点样嘅凉气凉给你哋。大批从犹太、耶路撒冷以及泰尔和西顿沿海地区来的人，要听耶稣讲道，盼望他的医治和赶鬼。耶稣对他们论四福，他鼓励贫穷的人、饥饿的人、哀哭的人、为人子的缘故而遭人憎恨的人是有福的。耶稣亦论四祸，富有的人、饱足的人、现在欢笑的人、被人人夸赞的人反而有祸了。耶稣更加教导听道的人要爱仇敌。感谢耶稣颠覆世人常理的教导，他更加活出了所有的教导。耶稣出身卑微贫穷的木匠家庭，他在旷野四十昼夜祷告抵受饥饿，他为不信的耶路撒冷哀哭，
他为天国的真道而遭受那些律法师宗教领袖的憎恨。感谢耶稣，他为我们成为贫穷、饥饿、哀哭、遭人憎恨的人，让我们学习他的生命成为有福的人。箴言十一章二十七节，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，唯独求恶的，恶必临到他身。箴言善恶和论对比恳切求善的人和唯独求恶的人所带来不同的结果。求善为善的人得恩惠，求恶为恶的人，恶必临到他的身上。在这个是非颠倒、黑白不分、指鹿为马的世界，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能力，分别在神里面的黑白对错，小心被恶者混淆视听，让假象和谎言让我们分辨不清是非，结果成为作恶的工具。3月24号灵修思考问题，路加福音6章27至28节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些听道的人要爱你们的仇敌，要善待恨你们的人，要为咒助你们的人祝福，要替恶待你们的人祷告。人的本性对待别人的态度、行为会因为对象而有所不同。我们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善待那些善待我们的人，这样并不稀奇。稀奇的是对于仇敌、恨我们的人、咒助我们的人、恶待我们的人，我们仍然愿意并学习爱、善待、祝福、祷告，而不是敌对。这个就是被耶稣改变了的奇妙生命。你愿意更多经历这一份奇妙吗？亲爱主，感谢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你带来一个奇妙的生命，让到我们有属灵的力量去爱我们的仇敌，善待那些憎恨我们的人，祝福那些咒诅我们的人，也都为恶人来到祷告。求主你的灵继续加添我们力量，以致到我们每一日跟着主你的心意去行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